そこにいるの？在那里吗？アルエント、何をクスクスしてるんだ？アルエント、你这边臭臭臭臭的臭什么呢？啊，又是那个，又是那副样子。お父さん、就是那个，就在那哭，就啜泣的样子。爸爸。そうですよ、アルエント。是啊，早点过来弄东西吧。妈妈，你也在。アルエント、早くしなさい。快点啊，アルエント，快下来。有，这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觉得我好像……哎呀！哦，只能走这里了。控制室，是干嘛？一坨黑不隆咚的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种白妖怪。哎，この服まさか。でも，这个隔离室啊，对，隔离室。这个衣服难道是？可是不是控制我在讲什么？哎，换上衣服，哎，这新娘的衣服，哎，啊，还没有染上颜色的白衣服，哦哟，好可爱哦！可恶，果然好大。我是说后面那团瘴气，啊，刚好像很萌哎，啊，可是我觉得等一下这衣服就要变红色的了。啊，刚有点萌。嘤嘤嘤，我是小新娘。哎呀，哎。もういや、我ここはいや。哎，干！你什么时候又换回来了？靠腰！哎，看来又换回来了，太可惜了。隔离室啊，换上新娘服要去哪？那边不能走。嗯，那边应该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吧？哦，这边开了。おめでとう、アルエント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祝福你，祝福你。アルエント、待てだよ，久等了。さ、こちへ、来吧。ラサル、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？ラサル，这怎么回事？だって、長花半枝しないち。啊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你都没回应嘛，所以就，好了，たましたってほどじゃないだら，啊，偶尔也这样吧，不是骗你的哦。好了，你看村子的大家都来给我们祝福了呢。おめでとう、アルエント、おめでとう，祝福祝福。そういう問題じゃないけど，不是这个问题啦。でもそういうこと，这样啊。哎呀，看来是 good ending 了。So you can do in だよ，这样也好。ラサル書いて、村のみんな書いて、ラサル也是在村子的大家也。おいで、ほら。啊，来吧，过来。啊，神父也在等我们呢。神父大人，哎，干，神父大人怎么变小黑人了？感觉神父好黑哦。好了，你拉瑟鲁愿意娶这个女人阿鲁安特为妻吗？不论是好的时候、坏的时候，富有的时候、贫穷的时候，生病的时候、健康的时候，一同前进。啊，不会喜欢让他人到死两人不分离，就是对爱发誓，想念你的妻子，为了你的妻子缔下神圣的婚姻。那。你愿意发誓吗？整条村看起来都挂光了吧？我激动，乞丐伊玛斯，我发誓，我也发誓。你阿鲁安特，你愿意跟这个男人拉塞鲁为丈夫吗？然后接下来又是重复的话，啊，就是你发誓吗？乞丐伊玛斯，我发誓。いつまでの一緒だよ、アルエント。那么我们就永远在一起喽，阿鲁安特。ずっとずっと永遠に，嗯，永远的。おめでとう、アルエント、おめでとう，祝福你，祝福你，恭喜恭喜！
多么好的结局啊，结婚啦 Lucien Burr， 多么幸福的结局啊，多么幸福的结局，他们结婚了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搞不好主角有复活术呢，你懂什么？搞不好帮主角复活了。你们没有看过那个吗？你没有看过那个波鲁纳雷夫都可以把那个阿布德尔复活了。那个杯。你那杯，到底我要喝哪杯？跟你说喝那个杯，不要来喝我这个杯。哎呀，你看多完美的结局。你的杯，啊，他你的 in 哦，两个人永远的，就偏要喝那杯，我就偏偏喝你的杯。好了，我们喝完那杯，接下来就是继续的剧情了。Yes, I am。好，继续 go 好了，看来我们如此的高手已经拿了这么多结局。哎，等一下可以绕跑吗？我看一下怎么，我记得我刚刚可以往回走。哎，我记得刚刚跟拉萨鲁讲完了一堆话都可以，是哪一国歌我也不是很清楚了。我记得我刚刚是有一段是自己动的，我好像可以不用上去跟他结婚的样子。哈哈，拜见。啊，出不去啦，哈哈哈哈，你为什么要出去呢？出去可以干嘛呢？出去可以迎接真实啊！你做什么？快逃！快逃啊！快逃！安鲁安特，抓天上钥匙捅他一下了。感谢啊，谢啊，苏维基啊，谢啊！敢问那绕跑新娘，绕不了了。最后把女生进来，然后就把那个门关上，然后就可以出不去，就可以跟我结婚了，赞。那只能不穿衣服了啊、哦，不是不穿衣服了，不穿那个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先下去吧。那现在这个主题蛮明显的啦，只是就应该是看医生游戏吧。现在怎么想就是看医生游戏啦，那应该也没别的故事了吧。那下面那个应该是医生啦，脱不掉了，你穿上都脱不掉了。哎，打不开门，不对啊，那我进来难道就挂了吗？该不会我进来就算挂掉了？是我穿的，我又不能脱。干，穿就不能脱啦、啊！他妈根本强迫中奖啊！这什么强制结婚 game？、啊、看起来就是不能进这里了。啊，那就独挡吧，那就走这里吧。然后开了门，然后我再走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我逗逗你，你以为我真的想跟你结婚呢、啊？吃屎吧！哎，对了，下面还有两个门，我突然想起来了。药草现在应该没……哎呦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 ？A B C A B C C B A C B A 纸片 ，A B R A C A A B R B R A bra，
a bra, get a bra。你看他都不断强调要一个 bra， 有没有 a bra, get a bra。好了，反正这个纸片基本上应该就是走地上那个东西啊。嗯，想想看哦。嗯，忒不能过，嘿嘿，扣你的正气度，你会被撞回来。然后我看能不能先走这里。哎，可以耶，天上的钥匙。一种不觉得天上，船厂，这是船厂。哦，动不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什么东西？我这桥垮了。拿出去吧。啊，是 DA bra 吗？不是吧，我看一下。 A bra， 哎，真的耶， A DA bra， 靠腰，你们这些有什么毛病没有啊？真的是个 DA bra 呢。那拿完 DA bra 之后就去那里踩一下吧。可是我觉得那边应该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吧，看一下哦。他说这里，可是这里也没办法做啥。这我可以乘船走了吗？那我现在就把这个 DA bra 拿去解一下谜咯。我觉得荧幕变来越黑了，也越来越红了，是不是因为我那个啊，我挂了的关系啊？可是我那个正气度太低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觉得这样讲的话，那个正气度跟这游戏应该是刚好相反啊。哦，就要这边踩那个 a bra 跟 da bra 咯。我看一下哦，那这边是怎么解的？所以是 a bra， 然后 c。DA bra 哦，然后有一个胸罩，然后是 C， 然后有个 DA bra。好，我想一下哦，A bra， 然后 C 一个 DA bra， 搞定。好，走，小门。哦，调和室。啊，这边可以找到那个医生。哎，医生你好。乌鸦的湖。哎，不对，卡拉斯才是乌鸦。卡拉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是一个湖。医生你好，我在调和这个丸子的成分啊，要用什么油？要加什么东西？再加白色蜡，还有灰色的琥珀，还有加上樟脑，还有实力的小麦。感觉在调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是调爆炸玉吧？可是依照这个游戏来讲，你遇到医生正气度会减，那应该才是恢复正常啊。就是以这个游戏来说啊，あの人いつの前に啊，那个人啊，不知什么时候啊，就住在了这边的教会。哦，卡拉是空吗？我不确定那个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日文真的有时候不是很好的时候就大概是那样而已啦。对啊，有时候不见得是对的，就是了。对，好。然后呢？所以你们可以莫那苦啊。然后他也没，大家也没说什么。然后渐渐的，虽然这样子觉得他很奇怪，但是也慢慢的接受他了。然后呢，我也开始帮那个人的忙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只在教会，那个人就只在教会而已。所以对我的莫那尼莫亚鲁科多那看达诺斯卡达，只能做。你看不太懂，大概是那个样子啊。对啊，他只在教会里面，然后就帮着他的忙这样子。嗯啊，摩马朵阿龙什么？主是摩西是摩西吗？阿龙是谁啊？亚龙。主应该是摩西对阿龙这么说吧。あなたがだわ、カマドのスソリオテのいっぱいのドリ、それにモセの。然后什么？然后在摩西面前，然后什么？那个哈楼就被拆散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哈喽？你跟哈喽有什么仇？你为什么不想开钢弹？你就说你可以不要把哈喽拆散呢？应该是什么天打开，然后埃及的全国就怎样之类的。就是那个啊，那个。